国外和省内就长期合作奖，他也给你下一批再下一批，嗯，然后分几次给你让一让价格，嗯，他有这么一个态度，是这样。我觉得是，他老板姓郭，哦，就你上次说的那个。是，对，他家专做小锅，别的什么都不做。就，Berkeley，Berkeley，他老板姓郭，台湾人。现在有一些做下拉棒的一些小公司也与跟我联系，他们家。